体育厅预备开始。走走走，猎人都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没坏，电视机坏了。这样吧，我修改一下规则，下面这道题你们双方都可以完成，好吧，一起来，因为这是一道体育题，就是看哪一队能够更快的在这个短时间内完成双人跳绳十下，都要脱鞋，还不如不抢。好，一次机会吗？不是，跳五下就行。五下，两个人一起。对，如果是一次机会，我们就放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也完不成，我觉得。穿了几双袜子？啊，你也没穿袜子。我没穿。我穿，我在维嘉那里，维嘉还给你了。哎，吴昕，这可是传家宝哎。穿了三次了，好吧。呀，我没有多的袜子给都灵了耶，你要不给他一只？都灵给你一只。我这袜子已经攒齐三个人了，这是一个有爱的集体。好，来看哪一队能够先完成五个。好，海涛，听到大家对你的鼓励了吗？我听到了大家的对我的鼓励，都说哦好，加油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再来，重新开始。一恭喜海涛，海涛快说哦好，加油哦。怎么可能让他们哦好，好爽吗？又有惩罚归我，这个惩罚非常残忍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我相信欧豪的粉丝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今天的惩罚是输的那一队的两人必须现场拍丑照发微博，而且这个丑照必须经过现场所有我们这些参赛选手的认同，就觉得够丑才可以，知道吗？好，我来，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讽刺我，这有什么好处？准备啊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下面到我，好。